晚最终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，美股期指急跌。港股开始大跌871点，一度急跌近1000点，失守13000点。近几个月已经有300多间中小型食肆结业。自古至今，有顺境就有逆境。不同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又是怎样战胜逆境的呢？12月份的主题变奏，有我高德仪同你从雷曼讲到舒曼。记住逢星期一晚7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主题变奏。